自从1993年大学毕业以后，就跟着师傅一直在外边安装，从事这个行业呀，也20年左右了。这次呢，我们在乌兹别克这个项目啊，我们公司把它当成重点项目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已经完善了60%的工作，我们会保质保量，按照客户的要求完工，让客户尽早见到效益。年前，我们去了40多个，这次再去20多个，将加到一起的话，总共有达到60多个人。我们争取再有5个月时间，将它就是说投产。作为一个育红人嘛，很尽职尽责去工作，每一项技术都把关，受到了当地领导和厂方家方的好评。关键一路顺风啊。啊，知道。出去了好好干。知道。少喝酒。工作干好。放心吧。毕竟操家的心。弟兄们好好工作啊。这个项目啊，是乌兹别克重点项目，就是说日生产1000吨水泥塑料生产线，在一块工作中，相互配合，就是外方人员和我们一块在工作。从这个工程上要求，首先我主抓这个技术方面，就是说以图纸为准，工艺为准，来干好这个项目。哎，一个是这个技术方面，还有一个就是进度方面，把这三个方面抓得好，就是和国外友人嘛配合好，来争取他们早日投产。因为干好一个项目，就是我们为我们公司做一个好的里程碑。走向世界，我们在这里接受。